再吃一半，他说的都是吃完只发的，这些事就可以。煮火锅、煮泡面都好吃，相信我，这些我都试过。上次吃火锅剩的蟹排我还煮呢。我放了一袋炒年糕的酱，一袋火鸡面的酱，然后还有一碗石锅炖汤的酱，三个来混在一起，然后煮了这一锅。你说当中岛这个地方特别的软烂，就是没事就爱嗑几个鸡爪子。我第一次吃虎皮鸡爪就是吃王小五香香辣辣的巨乳软，一旦我吃一袋不够都得吃一包的那种。别说我吃的多，女娃都爱自己，她怎么了？我吃了五个鸡爪，我天哪！我明天吃。干嘛？我打蛋。哇，就是这个正宗的味，这个辣油就是魔鬼辣油，变态辣，够刺激。你们知道一口炸弹，一口螺丝粉多爽吗？鼠狼来了，滑滑嫩嫩的荔枝烤鸡，汁水多到直接喝，天灵盖都香翻了。今天喝椰子水吃烤鸡，过最好的。椰子水一到，度假风情来了，冰爽清甜，像刚摘的一样，一盒就有三个半的椰子。好二爷。Thank you.
糖，无添加，清香清甜，嘴巴翻新了。